我生气了、啊、我知道。知道个屁！我不喜欢他看你那个眼神。我也不喜欢。阿丁，他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，所以你没有必要为他吃醋。为了不喜欢的人，让我在这儿挨冻。阿丁，你说我应该怎么惩罚你呢？这个惩罚还满意吗？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